你这么想打官司啊？总有些人我可以帮点忙。你打得赢你老板吗？法庭里没有公义，打官司只有法官相信谁？那我就让法官相信我。Or just 你会尽一个瑕疵当你自己的律师吗？武艺的担保金，举证之所在，败诉之所在，向被告求偿15亿9300万。请提出证明，不要空口说白话。老师，假借癌症意图诈财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之上诉。你们真的太过分了！冷静，冷静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决定我的一生，不容劳伤进行，不信公义换不回。